来一个那个洋葱牛肉吧。洋葱牛肉，行。这一块牛切完吧。切完吧。哎呦，那这脏死了！你先把厨房收拾一下呀。调完再收拾。哎呀，你先收拾吧。拿个洋葱。啊，拿个洋葱。我靠！马头，你把洋葱先放一边，够不惯吃洋葱。我去拿个洋葱的功夫，马头，不抢，别给他抢，快噎住他了，别给他抢，他叼过来，你还给我吃嘞？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慢点吃，别噎住了。你是个贼吗，马头？不要了，马头，过来给我。牛肉还给我！出来，妈妈叫你吃，你都叼过来。你看这么大一块牛肉，你呀，不出来，咋那么大了现在？哦，你叫他吃吧，那还多回来肉嘞，你叫他吃吧。你这噎着，慢点，不要了，你慢点吃啊，慢点吃啊，乖，啊慢点啊，不要了。你还躲着我，你还躲着我。停！好，给他吃吧去。啊，不要了，你慢点吃。我给你，咦，这哪一块？咦，打开。得，这一块牛肉得60-70，叫他吃了。好了，我给你剥吧，来，快点，我给他弄开。这太大了，叫其他狗也吃点啊。我得先剥肉的，不然这牛肉。啊，你说毛毛头，你哄哄他。毛毛头。你别噎住他了。不是他过来呀、啊，你过来，你分成小块吃。反正都咬不过来了，你叫他吃吧，别叫他。分成小块吃。分成小块，叫其他狗也吃点儿。打你了啊！来，馒头，来，叫你吃，好，给他抠出来。你别咬住你了，他现在正吃东西呢。牛逼了你现在！那既然被他咬了，干脆切切掺狗粮的，叫其他狗也吃点儿了。这切拿手撕吧，他都咬过了。那你叫其他狗都出来吧，都喂点吧。那反正都被他偷罢了，别着急，先给他点儿。对呀。来，不行。小黑。得，这一大块牛肉成他们了，本来是给我做的，补充蛋白的，补个屁子！不到他们嘴里了，来吧，给你大块，嚼嚼啊，嚼嚼啊，对，你得让他吃到嘴里。不行，这小块我喂马桶，别急，都有。你看人家小黄自己一口都给了呢，再给他一口，别让他咬小黑了。有，这哪一块的肯定都有啊，别急啊，马桶坐下。好，都有啊！哎呦，马桶这个贼，打开就去给我拿了个洋葱。哎，马桶啊，这牛肉啊，你们吃的是不是可爽？牛肉多贵啊！打开买了100多块钱的，就吃了一半。哎，关键能吃的是我要吃的呀！打开你也咬一口。咬个屁！这是马桶的口水，我咬一口。主要，其实马桶要是刚叼住给他咬过来的话，还是没有事的。他主要咬着跑了好几圈，那口水全都渗进去了。因为厨房关着门不让他进，为啥其他狗都关起来了，马桶没有关？哎，想着就是叫马桶给外面跑的，其他狗跟那屋里睡觉的。结果，得，就当给他们加餐了吧。跟小黄一块，小黄都没咋吃。小黑，你吃嘛的小黑，里面还有一点儿吃好的，也不能吧。
马总你还有脸要嘞？啊，淡定，关押，大家别动，都有。